手机，从左看到右，右右右右右。慢点！没错，就是这边扭到了。哎呦，真是打了八遍就没了，踢足球还能扭到脖子。哎呦！宝贝，你脖子怎么了？哎呦，妈妈！妈妈，佳佳踢足球不小心扭到脖子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那今晚别写作业了啊，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。那行啊，你坐这可以，不许偷看我手机啊。歪脖子好处还真不少，还能看手机不挨骂。吃饭了，来宝贝，先喝口鸡汤啊。绝绝子啊，扭到脖子了，一家人都给我喂饭，简直不要太爽。第二天，今天大元测试，同学们请把书收起来。又要考试，今天可是我最差的。哎，有了，我这歪脖子今天可派上用场了。佳佳，你干嘛偷看我试卷？我还想偷看，不是脖子歪了，只能这样写字。我就是脖子歪了，我不正而已。佳佳的脖子都伸直成底木了。原来扭到脖子连考试都能占便宜，早知道就早点把脖子扭了。回家后，妈妈，今天我英语测试得了 A。 嫂子，就是他脖子顶到了吧。对，小脸这都两天了还没好。佳佳，这是一霸的老同学李医生，快过来让他给你治治。我才不是脖子，歪脖子好，歪脖子好不动。你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聪明的你们知道佳佳为什么不愿意治脖子吗？